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过年好！我跟大伙打听个事儿啊，看见俺家我闺女没？没有。哎呦我的妈！这闺女就是爹的小棉袄，一会儿不在我就冷，还打冷战了。你说，我闺女特别好认，那就是没胡子的我。初恋的感觉。天哪，高中刚毕业你就把我领家里来了，你要干什么？快点吧。你不就快点吧？搞对象。妈呀，我还以为你给我选择哪个大学呢。你能不能快点，一会儿我爸回来了。你爸回来我就跑呗。你跑哪儿去？我爸能闻着味追住你。我爸警犬呢？于脸脸，你会说话吗？啊，那警犬能跟我爸比吗？哎呀，对不起，我爸的鼻子可比警犬还厉害呢。那你爸是真厉害呀。哎，快点儿。什么叫快点儿啊？我不会。你没看过电影啊？电影那个，哦，我亲爱的拉拉布，你今天长得真漂亮啊，我亲爱的。哦，我亲爱的脸脸鱼，你今天也真是帅气逼人哦，亲爱的。哦，我的拉拉木，哦，我的脸脸鱼，哦，两个大傻子，哦，父亲大人，哦，警犬先生，骂谁警犬呢？警犬叔叔，这是先生跟叔叔的区别吗？脸脸，快跑啊！哎，来，站不起来，哎呀，妈俩子，停！我姑娘让你跑是为了躲我。你拽着我跑怎么的？真把我当警犬？你溜我呢你啊！啊！哎呀，爸，你上那么大火干啥呀？我这是上火吗？傻姑娘，我在发火呢。叔叔，你先发着，我先走了。你先回来，你走之前能把手给撒开吗？再说你拉手就拉手，你好好拉，你搁里边你这挠什么呢？你看我这手指盖，这底下这个小嫩肉一下就给我戳秃噜皮了，这刀枪这顺茬就给我揽下去了，这疼不疼？疼。叔叔，我给你吹吹。你别跟我玩那个豆豆飞的事儿啊！吹吹，站起来。那姑娘，你干啥？你才多大你就搞对象啊你啊？我18了，我成人了。你成啥人了？你才长到人家腰。啊，俺可都说我成人了。你成精了。那谁家闺女你都敢比划呀你啊？哎呀，哎呀呀，哎呀妈呀，哎呀，怎么说两句不乐意了？脸拉那么长给谁看呢？他不拉了也长，敬你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你啊。爸，我们现在都是自由恋爱。爸，我们恋爱自由了。我知道你恋爱自由，你再自由你跟我跟谁叫爸呢？你看在他长到你腰那份上，你能不能放过他？那叔叔这样，你定个身高，你女儿长到什么时候我们俩能在一起？待他与你齐眉并肩，你俩才能礼花满天。啥意思？锯腿吧。怎么的？你的意思是我好不容易把你伺候成人了，我接着还得伺候他呗？叔叔，你们俩商量，我没意见。什么玩意儿没意见？你先准备个轮椅吧，没意见。关键你俩太小，这是早恋，你让别人知道多磕碜呢。尤其我还有一个形影不离的我的好哥们儿，你方叔，叫我呀。这是个什么队形啊？这是啊？这个是怎么？这个是什么啊？他是。这人是不是多一个人啊？这用啥呢？他呢是我那个远房那个四舅，我四舅不在锦州吗？然后去鞍山打工啊，跟一个打井老头啊编那么能编呢啊？我在门口停半天了都，不就是姑娘早恋让你知道了，你怕磕碜吗？咱俩啥关系？这事儿也就是我知道了，换另外一个人，后果不堪设想。看看我嘴虽然大，但是严实，这我知道。我说两句啊。老贾的姑娘早恋让老贾逮屋了，这是个秘密啊，虽然丢人，我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不能往外瞎传，毕竟老贾是我最好的哥们儿。我先走了啊，老贾。他一定是你最好的哥们儿吧？
他可能是我最后一个哥们儿，赶紧给我离开。三零的，叔叔，临走之前，我能不能求你件事？我想跟我的拉拉木拍一张照片。人家姓贾，这个拉拉木，你给起的，在拉拉木基本上给拉了挂。我就想跟他照张照片，放在我的书桌前激励我，怎么了？要放我的，我比他刺激。好。看见没？就这张照片，我肯定放在我的书桌前，我给你供起来。我告诉你啊，我发誓，这辈子我闺女不会嫁给你。回家去。我这在家呢。你嘴去。我毕业了。该干啥干啥去。那我搞对象去。这个叫啥孩子？这，哎呀！爸呀，今天我们大学毕业，老师带我们狂欢的，晚上我就不回家了啊。怎么的？所有人都不回吗？对呀，老师也在呢。不信我让老师接电话。不行，我不行。喂，叔叔，我是杨子的老师。今天晚上我告诉你，我俩不回家了。原来是于老师啊，那行啊，我请你马上上俺家来家访，顺便让我好好访访你。三门的。哦，我的拉拉木。你终于跟你的连连鱼喜结连理了，这就充分的证明我发的誓一点用没有啊！我爸爸，差不多了吧？爸爸，累了吧？爸爸呀，爸爸，你是否忘却了，今天是我跟他结婚？为什么接亲的时候却是你在堵门？回答不上来问题，根本不让进呢。关键他的问题实在是太销魂。本以为问他爱我有多深，他就问月亮有多沉。婚宴上的发言振奋人心，就是时间把握的不太谨慎。要问发言有多长啊？沈阳十二时辰。爸，你还知道这事儿呢啊？这婚宴呢都结束了，你还有两个自然段没读完呢。爸，你就那么舍不得我呀？嗯，闺女啊，你是爹的小棉袄啊，你脱了吧，爹实在是怕感冒啊。哎，爸，你先回去，明天我给你买个貂。怎么的？买个貂。前一句啥？你先回去。我告诉你俩谁不？你俩谁也没拉我呀？生年呐，干啥？我闺女结婚，我舍不得她，我在这多待一会儿能咋的呀？行了，别说了，我看着你俩一样。对，你等我走了，你再搂行不行？我走了，闺女，爸，我想你了。嗯，照顾好自己啊。嗯，去给爸打电话。哎呦我的天哪，咱爸可终于走了，放松吧。我呀还有一个事儿。哎呀，干啥呢？哎呀爸，你咋回来了呢？不是干啥？你回不回来放边干？这干啥呢？精神病吧？干啥呢？没有，就是开心。不是你开心归开心，我刚才出门就伤心了，一进门就开心，开心怎么不带我呢？开心，没我你俩怎么能开心呢？来，正好，今儿我也没吃饭呢，咱把气氛顶到头呗，喝点。过了，几点了还喝点儿？喝多了他就消停了，大点干，早点散，谁都别熬。来呀来呀来呀，孩子们，让我们一起黑起来好吗？好的。爸，玩两拳呢？上一边去，这没大没小的，跟他爹划去，我是他爹。俩，好的，
谁喝酒啊？我入洞房你不走啊，我心里难受开不了口啊，一把握住爹的手啊，女儿大了要自由啊，二把拉住女儿的手啊，爹还跟你没处够啊，三把拉住你俩的手啊，到底啥时候是个头啊，四把拉住姑爷的手啊，现在才半夜2:59啊，五把哎呀，下脖了，五把拉住爸爸的手啊，自古三人不喝酒啊，逢点必须有人走啊，六把再拉姑爷的手啊，咱俩谁都不用走啊，你方叔可能在门口啊，哎呀张爷来了，姑娘加个杯，俺是使人感动，要撵我走没走了，大喜的日子。那个方叔不好意思啊，跟我爸说两句话。爸呀，你舍不得女儿，我理解啊。你说你不走就算了，你还让方叔在外面杵一宿，多冷的天啊！这要是给方叔冻走了怎么整？小鱼没事，我这大岁数无所谓点事儿啊。那个主要就是那个我心疼我的豆腐。都变冻豆腐了，变冻豆腐，咱们又改炖白菜，生活嘛就得多姿多彩，啥菜不是喝呀？爸，这动静咋这么大呢？改天不行吗？我们俩今天新婚以后，我们俩过日子啊。哎呀，我有点不习惯的，我这怎么的呢？我姑娘刚结婚的，我姑爷给我发这么大火，动静这么大吗？你不拉着我点吗？我拉着呢，我拉着呢。你家那个你岳父的脾气不好，你也别说了啊。我劝两句，大喜的日子咱都别吵吵，是不是？我先把我自己摘出来啊，我今天就是单纯卖豆腐的，冻豆腐的，顺便我得把你爸接走，是不是？老贾，那啥姑娘结婚你别捣乱了，走啊走啊，大宝走啊，耳蝉都给我震下来了，一天到晚了我还没跟我姑娘拍张照呢。啊，来，哎，不好意思吧，我刚才说话声音有点大。姑爷，哎，来，哎，老方啊，来，我就不照了，我让你给我们照。啊，那行，我以为我还跟你们照呢。来，三、二、一，茄子，茄子，你仨是一家人吗？口号能不能统一点？看着我喊。三二一，豆腐！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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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大外孙女啊，这老爷的心头肉啊！你看多像脸脸，不太像。那像我？也不太像。那像谁呀？太像我了！你看这小胡子长的，爸，那叫胎毛。哎呀，大外孙女啊，那老爷给你买啥了？老爷，你拿的是啥呀？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我听人家说呀，说这奶粉特别好啊，这个不上火还爱消化啊。等会儿晾凉了，老爷喂宝喝啊。谢谢老爷。哎呀，你说啥我也听不着呀，这老爷耳背了，这助听器也没带。那个，大宝啊，上小咋样啊？都挺像样。啊，都跟不上啊！那老爷帮你辅导辅导吧。辅导点啥呀？辅导你爬呀！你这多大了还辅导爬呀？你再说老爷也没那体力了，我这辅导你看图识字吧。妈呀，老爷呀，我都四年级了，看啥图啊？还不服啊？你这啥玩意儿？你还不你老爷，别晒脸啊！听老爷的。你知道你老爷是谁呀？你老爷就是你学习成功路上的。药引子、面起子、收杯之前的平底子，来，大外孙女，让老爷跟你共同打开成功的大门，跟我学。鸟虎，鸟虎，鸟虎加一层罩是啥呀？鸟虎套，鸟虎套，鸟虎套再加一层罩是啥呀？背虎。背后底下铺柴，不然那炕气多杠人呢。铺点啥呀？玉纸。玉纸。那天冷了咋办呢？咋办呢？电玉纸。电玉纸。那停电了咋办呢？咋办呢？
水笔。老爷，嘎嘎的。爸，你散搂子喝多了吧？啊，你教的啥呀？黑话呀？点辣呀！我这意思还没落呢，点啥辣？点辣呀？你快点把你的助听器带上吧。啊，我就不想带，带完了会心烦啊，听事儿太多。你瞅给孩子教的一嘴大碴子味儿，那跟同学交流都得靠翻译。你懂个六子啥也不懂，闺女。我告诉你，现在是流行双语教学，多一门语言那就多一份出路。是是是是，那是真多一条路啊！咱爸教的太好了啊，给咱姑娘这路啊彻底整堵车了。啊，堵哪儿了？堵哪儿？堵小学语文超车道上了。咋整的？哎，咋整的？你看看吧，这是他姥爷教的作文，来看看吧。看看，是不是叫老师给纳入教科书了？是，不仅要纳入教科书。还请你过去让你当非遗呢、啊、这还生了你来读我的大佬停还大佬啥意思啊这个咱姑娘在外面认识大哥了不是因为我们小时候都管姥爷叫大佬那管姥姥呢小姥啊大佬小姥咱俩拜把子了什么玩意儿擦拉黑儿擦拉黑儿咋的二老是朝鲜族啊不是朝鲜族他这个意思吧你说那非遗传承人你给解释一下子吧都坐吧再不是你俩从小那家就不好好上学就知道搞对象现在好了吧连个文章都看不明白哎呀这是多么唯美的一篇描写农村谱子里的风景的散文叙事书啊爸，打断一下啊！怎的？那个栽愣是什么意思？撒愣的反义词。它的同义词还有拧叉、愣登、低了算卦、离了歪斜。你听听，什么玩意儿？天上飞着夹巧、麻铃和老愣。爸，老愣又是什么玩意儿？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愣，走起！我在东北，眺望北京。拿来一壶嗨嗨呀！哎呀呀呀！别嗨了，你继续念。地上跑着扁担沟、小豆鼠，还有一只燕巴虎。这是上天入地呀、啊！这一头上虽然累挺，但心情整的挺愉悦。撩回家一看。妈呀衣服被汗爬得精湿小脸远看灰尘暴土近看造的魂化魂姑娘啊你去进屋待会儿去我们跟姥爷说点事儿啊二哥妥妥的以后你给我说普通话来来来来你瞅让咱爸教的啊别人的孩子是输在起跑线上了咋的咱姑娘乖起跑线上了干啥呢吵啥呀我这助听器没拆你注意点影响继续于脸泪啥意思我没啥意思一个没文化的要叫一个学文化的你想想后果有多可怕那是我爸那是孩子他姥爷那是我姑娘多好啊氛围就对了家庭就得和睦哎其实我刚才都听着了是啊这都怪我我也知道我自己呀没文化我更知道我自己没资格教我外孙女
可主为啥老上你家来呀、啊？我就想啊，看看我闺女，看看我闺女的闺女，看看我闺女的闺女的那啥。行了，你别为我吵架，我走就完了。两口子你和睦最好，你俩过好了比啥都强啊。哎呀，对了，那个莲莲呐，哎，爸也跟你说一句，你闺女是闺女，我闺女也是闺女。她生气了，你帮我哄哄她。老贾呀，我来了。你咋又来了呢？我这煽情的。你让我来，给你外孙女拿一个拍立得照相机，说给你们一家四口照个照片儿。这更不对了，什么一家四口？我这刚要走，啥一家四口？一家四口的，那就给他们一家三口拍。那能行？你说最后再照个全家福，留个纪念。你忘了？啥叫最后啊？啥叫留个纪念呢？我知道，但我不能说。方叔，你说。我能说吗？我嘴多严呢。方说。怎么能说？但是说。看到他我就得说两句了。你们的爸爸早在半年前就把我的房子给卖了，豆腐厂也给我兑出去了，说要带我去个好地方。去哪儿啊？那是一个风景宜人的地方，不夸张地说，全是老太太呀，各样色的，琳琅满目，有长头发的，有短头发的，有卷头发的，还有没头发带假头发的。到底去哪儿啊？敬老院。谁？对不起，我看着他我控制不住啊。这是我的主意，闺女。半年前我就跟你方叔俩商量好了，咱俩这岁数大了，趁着有劲儿赶紧走。那敬老院的地方挺好，风景秀丽，好多老太太，我还说了让他先挑呢。爸，谁让你去敬老院的？谁让你去敬老院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是我们的宝啊！哎，爸，是这样哈，你想想。你不看我，你看你姑娘，你不看你姑娘，你还得看你姑娘的姑娘，对吧，姑娘？老爷，哎呀，老爷，你别走，我下回一定好好写作文。你走了，谁带我去玩啊？哎呦，快去！爸，那全家福哪有一家三口照的道理呀、啊？那哪能没有你啊？我呀，就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嘛。我这不，这我跟你方叔到那儿挺好的，你们想我就过去看看我嘛。说啥呢，爸？不是，哎呦，闺女你别哭，闺女，哎呀，你别哭，我从小就受不了你这眼泪，你这眼泪一出来呀，爹啥招都没有啊。哎，不许走，爸。老爷不许走。这老爷不，爸，你听他俩的吧。老贾，哎呦，你不许走。哎呀，我，那我不走了。你走吧，行。爸，你看你，爸，老花啊，干啥去啊？咱俩这处一辈子了，你说我到哪儿就还能把你扔一边去？我跟我姑娘啊都商量好了啊，你呢也哪也别去了。我姑娘给我准备了个房间，有个单人床，我把它改成高低铺，你呢就做一回我上铺的兄弟。我不同意。带脸吗？你不同意啊？我总起夜，我想睡下铺。那我在厕所边上给你搭个地铺吧，你这。过年了，咱真的，咱们一家这么多人，咱们搞点娱乐活，打麻将吧。这不行啊！哎，麻将让你跟我房子一起给卖了。方叔，没事儿，咱有微乐家乡游戏，免房卡、免下载，不花钱还有奖，老好玩了。哎呀，赶紧干两把，干完两把包饺子。行，来，过年喽！我先给你们照张全家福。来。好、哦、哎呀，来三二一。哎，闺女啊，
你是我一生的骄傲。嘿，老爸。